到猪的频道，超大的鸡排的，来自于这一家店。那个有卖那个鸡排单买，有，就是那么大吗？哦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欣。我的目光被这个超大的鸡排吸引，我刚刚买了一片，要价99元。可是我最近长了蛮多痘痘的，但是我还蛮想吃吃看。它号称是很巨大、巨无霸的鸡排，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有多巨大吧。希望我不要被他骗，他刚刚说没有那么大，难道这就是广告杀的手法吗？希望我等一下不会心碎。谢谢各位观众，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巨无霸鸡排。今天不是我要骗你们点阅率，今天我是被他们骗。这一个大小呢，其实跟我家附近有一家耶稣鸡的鸡排大小差不多。其实外面的鸡排应该都卖这个大小，真的以为我买到巨无霸的鸡排可以吃嘞。我还蛮喜欢吃鸡排的最近。那我们先从它的边边开始吃起。老实说，肉质上面我觉得普通，就是好沮丧。我现在人在新一区啊，我一个百货的 B2， 不行，完蛋完蛋了。以它这种价值呢，我应该在外面买的话只要50块，而这里卖了99元，而且好油哦，完蛋了我的痘痘。只是我以为会是这么大，大到我一幕放不下去的那种巨无霸鸡排。行销手法很重要，你会行销你就会成功。吃完了，我觉得我要被宣骂，然后我觉得我的脸要长20颗痘痘。下次再带你们去吃我家附近有一家非常好吃、CP值很高的鸡排，下次再说了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，也可以帮我分享，叫亲朋好友订阅我。我是 CHU， 大家我们拜拜了。订阅，我需要你的订阅。订阅哦。